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加工。进行加工，首先先按一下制动模式，自动执行这个模式，然后按运行键，机器就会开始进行加工。先去换刀，第八刀结束，机器自动去换第二把刀。第二把刀结束，机器自动去换第三把刀。好，第三把刀结束，换第四把刀。四把刀结束，机器自动去换第五把刀。第五把刀结束，
只能换第六把刀。第六把刀结束。继续去换第七把刀。第七把刀结束。继续去换第八把刀。好，第八把刀结束。 Z 轴上升到最高点。好，结束。